台北市对老虎堂大动作稽查，发现有分店把珍珠直接放在地板上，还有垃桶没有加盖子，明显有食安疑虑，因此要求限期改善。不止珍珠整锅摆在地上，士林店水槽墙面有脏污，西门店则是整桶原料没架高和水桶纸箱丢在一块。就算北市府昨天大动作稽查，老虎堂今天还没有开门营业，现场就有将近百名的民众要抢优惠。饮料店铁门还没拉开，人潮已经排了150公尺，抢头香的民众不到10点就来卡位，但我们现场直击送货员推开木门，角落有一桶茶水摆在地上，卫生条件还是有待加强。因为这样子好像不太卫生，对。那这样子会觉得还是要买一送一吗？还是他应该会有改善吧？今天买一送一啊，还是会啊。今天排那么多人，民众抱着抢便宜心态，认为业者会自主改善。就算黑糖不是人工手炒，就算卫生安全有疑虑，还是抢着买。在被那个也是武术馆那个什么老虎要买一送一啊？太贵。每个人人手一袋珍奶，还有民众超捧场，一次点10杯，买一送一就能拿回20杯。我真的是加盟业者啦，是。我跟你讲，买一送一也是没有赚的东西，根本是撩起也不行啊。加盟店业者说，原料都是来自总公司，希望风波早日平息。但老虎堂台北4家分店没有完成食品业者登录，原料来源、食材安全查不到，等于是黑户。我们在今天早上有查到，他已经完成了食品业者的登录了，新开立的限期改善通知单，请他要限期改善。卫生局表示，如果老虎堂没改善，食品卫生缺失，可以开罚6万到2亿元。但再看看店门口的排队人潮，显然业者的生意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。记者林真江、洪俊伟台报道。